我导演，我追你，我追上。今天一早出来了，看着刚才大红脸、大红纸、大红袍、红礼花呢。今天就是有一个阳光明媚、吉星的好日子。我一个同学好记住，结婚哟，红红的，跟你生命上哈，人这是已婚啊，在外边吧，自己创事业，在老家了结婚，氛围非常好。先上他老家举行一场，再上饭店举行二场。我们作为一个吃饭团的记录哈，必须得一场二场都得参加。来看一下你美丽的新娘啊，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我在这个时间呢，我要先问一个小问题，一定要如实的回答。在这个婚礼开始之前呢，您叫过爸爸和妈妈没有？叫过了吗？亲爱的爸爸，来，你赶紧拿着，多少？多少分了？那记得拿着，记得放是吧？放吧，也好，是。怎么样？这个茶好喝吗？好喝，甜不甜？娘，还想不想喝？我想啊，哎呀，别忘了啊，咱谁的结婚你都知道哈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好了，发了人哈。别忘了啊，来，奶奶请掏钱。这是干洗的哈，老家这边有干洗的。我小时候哈结婚啊，有单位打包干洗的，给他们交摊呀，要钱吧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，就是基本上啊，就是投这个喜事的。今天还有别的场吗？没有，好。两六千，哎，九亿毛货，我的，哎呀，很好，真是很好，真好啊！我们还有天说没交的，好，慢上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哎，大哥，来，今天的甩条河，我们的同学记录。就是今天的水水新郎啊，看他是不是有点像主持人的感觉啊。你今天是新郎官，新郎官像明星，新娘更漂亮啊，你赶紧忙你去吧。好，俺两人今天一早吧是参加早场的，等会儿吧那个家属带着孩子谁的哈，放哪儿了？放后边参加舞场，放后边走，开始上饭店的走了。打这个很紧张啊，哎，见到两个美女同学，十多年没见了。你怎么怎么面上的？怎么怎么那两人怎么？越整越漂亮，朋友。哈喽，啊？是大梯。啊，对，你好不好喝？哈喽。哈喽。哈喽。你坐这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坐这边，你这边有那有地方。你得钱。我那么多年没见你了，你不能走啊！你等着吧。你看这才一个接的啊！你别在一接到位儿，你怎么在这呢？
那你有急能给我打电话吗？不，还得上交话的。你是来宾代表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都睡了，你看。走了走了，快快了。你还认识他吧？认识啊，变样了。哇，啊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你看，给你这个营养。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到。三二一，我手心里。美女同学，直播间不见了。保持微笑。谁呀，老同学嘛？欢迎老铁了。给你吃鱼。谢谢。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我说你看今天怎么喝吧。你要干嘛？要喝酒。妈妈，你喝白的红的，啤的，这杯。那有吗？欠你个东西吗？这是军费了。哎，这找个好媳妇，那光就吃得了，讲话了。我得对着镜头说一句哈。学习也不好，上课也不听课，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哈，上这个学妹班上，看了个媳妇回家。我当年我追你不追他？你媳妇干了吗？你天天在后边睡觉，你哪追过俺呀？看小说，你看你要是家庭优秀，哎，睡觉都不聊天的，什么都聊着吧。是不是这一晃哈，十多年了，就是像文理上说，有可能这十年哈，咱希望哈可能是贵人。一晃就是比较高兴，再过几个十年哈，有可能哈。他们都老了，其实我们都在改革文化就老了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妹妹，然后再见。我问你调皮，怎么着？你说说话哈，我想怎么调皮怎么调皮。俺高中就是说，我们说，你们说。俺说，咱俩一说。我给你支持一说。俺先走。不要玩手机了吧，老祖。你们。